你好，快递。OK， 谢谢。有了新鲜牛奶喝完了，昨天没有喝完了，面包我来一个吧。怎么样，早餐怎么样？冬天还没热。热不热吗？嗯。那谁也不要吃。那你是干是吧？嗯，我心里也是知道，就这好吃不了。嗯，韭菜饼，不太甜了。这个是苹果的电池，那这个电脑，这部我们有两部电脑，这部电脑是2017年买的，现在已经电池已经废了，就是经常会没电，所以我放了去淘宝上面买电池回来，然后到当地这个找个地方去安装，免费安装的，走安装一下，你要去吗？我不去。你也看家了。好。好，我去吧。你们谁可以下锅？把锅下。昨天做了一个菌菇汤，实在是没吃下去，两个人都有一种在这里吃猪食的感觉，毫无食欲。今天放辣了，所以把剩下的食材没吃的，就是还没来得及放在锅里的，然后今天又煮了一个辣的，也差点辣椒没有灵魂。什么？嗯。你把这道理说的不一样。所以今天把昨天的剩下的食材再吃一顿。没有外置厨房啊，每次煮饭都跟乞丐一样的。吃饭一样。对，都是在地上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是玩徒步的人。每次煮饭都要在地上煮，特别麻烦。人多的时候根本就不敢把这个灶拿出来，很尴尬。嗯，今天这个辣的，果然比那个味道好多了。我能关了吗？嗯，把牛肉全部煮进去嘛。
但是现在棉绒捞出来没有了才煮，我烂掉了。或者是用筷子夹，涮了拿到锅碗里。那边蒜还有的，可以加。豆腐要吗？